大家是几咁深爱香港呢个国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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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香港呢个国家。喂喂 ，hello 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系2024年4月17号。喺呢单咁惊吓嘅消息之前啊，即系佢话哇，接到成70万单嘅举报啊，系嘛？嗰啲国家安全套法一套套嚟噶嘛，令到香港更加安全。我啊记得黄子华咧曾经讲过啊，老懵懂嗰阵时话乜嘢啊？居安就思危啊，要大家居安思危。咁居危嘅时候点算啊？你居安又思危。居危又思危，咁你好似精神错乱噶嘛，同埋即系大概2000年咗紧啦嗰阵，佢话成日咧接到一啲举报啊，唔系举报嘅 enquiry 啦，即系问佢，因为有嗰啲千年虫嘅，2000年嗰阵时话咧嗰啲北虫即系佢如果嗰啲数字各样咧，由于褪咗个位，你去到2000年就褪唔切，咁啊可能会令到世界大乱啊，嗰啲电脑系统失常啊咁样噶，嗰阵时已经有 AI 嘅概念喺入。边啊，即系会控制你好多嘢啊嘛。咁但系嗰名女士问阿子华神嘅咧就唔系呢样嘢。佢系问如果我有部 notebook 啦，笔记簿电脑，咁我喺上边工作，摆喺大髀上边啦。咁然之后啦，佢有千年虫噶嘛，我会唔会怀孕嘅？即系唔好笑人，系真系有唔知噶嘛。知识系一点一滴咁样去累积噶啊，越冇知识就越不安，有时。所以中国人成为非常之不安嘅民族啊吓，无论领导。阶层又或者系嗰啲芝麻人啦，属于植物科都系一样啦。你越了解个世界嘅运作啊，咁啊越冇咁杞人忧天啊，会唔会有外星人侵袭噶咁样嗰啲 ？Anyway， 所以喺报道国安大法之前呢，就先报道香港，不过系讲紧喺英国嗰度啊吓，咁就有保护罩噶。英国发表嘅香港半年报告咧，正式指出啦，中共嘅国安法喺英国系无效力嘅，即系至少无直接效力啦。佢引用国安法要引导各样，又或者阿炳强嗰啲谂住飞嚟希斯路机场，可能会有英军击毙佢噶吓。咁但系爱国啊嘛，你应该无所畏惧噶，无论生鱼片寿司又好，或者带动呢个40000警队率领佢哋争偏啊。咁啊飞过嚟希斯路机场山琴身位醒乜都好啊，你都应该做噶嘛，系咪？一冇做，唔得爱国啊，都唔紧要啦，佢爱唔爱国关我差事咩？咁啊话说，所以你喺英国又无需要惧怕。呢度国安法生效近四年，佢就统计咯，有291人就涉案被捕，而嗰个热线真係好 hot 啦，就接获70万单嘅举报。咁点解要公布出嚟呢？其实佢唔公布出嚟都得㗎喎，冇统计。佢係想证明嗰200亿有用，如果200亿有用嘅时候我乜都唔讲啦，70万单举报喎，咁你除返300啊 ,300 除以70万，而且呢有啲未必控告成功㗎嘛。虽然国安法嘅入罪率系 100% 啦吓，毁你一生。咁但系讲破案率嚟讲咧，就系 0.043% 喎。咁呢个系非常之低嘅数目啦。所以学李少波话头啦，你不如铲平个国安处佢，执咗佢，或者改下啲国安法吸引外资啊。中大教研学人李少波啊嘛，你呢啲冇用嘅嘢就唔好搞咁多啦，系咪？天灭咗共全党史清光啊！咁你话唔系啊？人哋见而即报咁解嘅啫，的士司机啊！你小心啊，有录音嘅，所以喺的士度就唔好开行个收音机各样嗰啲，就算真系开行都可能要听我和我的祖国嗰啲啦。咁话说啦，70万单举报其实你一定有破案率㗎，点解呀？佢一系呢就滥报嘅啫，滥报你999都会啦，咁咪捉 Q 咗佢囉，啱唔啱呀？如果唔系你会拉低个报案率㗎嘛，唔系系破案率，报案率佢又大把。咁仲有报案率亦都系奇高㗎，你香港700万人城市70万单举报，即系平均嚟讲每10个人就会举报一单㗎喎，人人自危呀，盖世太保呀。咁当然啦，佢好多都系重复举报嘅，甚至乎可能惊业绩唔够只硬恐国安公署吓吓，咁摆咗添人专门负责举报嘅。佢着衫唔靓系嘛，黑衫黑裤或者一半嘅就报住半单案先。佢着黑衫呢个就着黑裤，呢个地盘工人咧就有猪嘴系咪嗰啲定还是你阿唐超宝宝嗰啲仲厉害？佢哋可能结婚生子喺兰桂坊系咪嗰啲鬼头，咁然之后咧潜伏几年之后就会爆炸，会积人家下玩系啦，巴勒斯坦嗰啲。
嘢多啦。咁原来系要同财委会嗰度审议，15至19号召开特别会议审核嗰个开支预算。国安法生效啦，啊，总共有291人涉嫌呢啲咁样嘅行为啊，遭到拘捕。呢个由炳强嗰度保安局回复翻嘅。咁仲有嘅当然就系潜逃啦，系咪？佢话23条之后咧，吓，就有机会取消嗰啲潜逃人士嘅护照各样啊嘛，但系又未取消嘅，佢已经生效咗噶啦，冇做到啊，咁唔知点解佢冇咁做啊吓。咁其实潜逃人士据悉啦，都唔系好多个啫，咪又系13个 warrant 好快嘅啫嘛，都唔做啊，咁破案率就更低啦。咁其实就算财委会 call 你上去啊，你都可以话国家机密嚟噶嘛，呢啲安全信息各样系咪？公布呢啲嘢嚟做乜咧？唔明啊，即系要有个交代啊。咁个交代嚟讲咧，大家就可以见到啦。如果要垃圾征费，第一个要征嘅就系国安公署，你请埋咁多垃圾翻嚟，70万单案件先破得300单，你唔好去死。滥报嗰啲咧系咪啊？唉，如果要我报嘅话，我第一个报郑雁雄啦，系第一个违反国安嘅，恶意执笠、恶意裁员、恶意唔保地价、恶意畅谈、施永清恶意走资，诶，全部都冇处理啊！咁呢啲系怠工、荒废政事、贪污腐败，仲要买埋提山添，举报佢啦，直情上访添啊！嗱，呢啲啊，第一单国安第一滴血，系应该揾佢嚟入手噶嘛？与平民百姓何干呢？正如之前啊，大家都见到啦，嗰两个匪类系咪啊？一个叫梁成运，一个叫黄宇啊，就卖咗好多嗰啲资讯、数据、川岛芳子啊，俾呢个美国话 CIA 特训啊嘛，双面谍啊嘛，不过中桃色陷阱啊嘛。嗱，唔知几多成真确假，因为全部都央视认罪，你知噶啦，后边有支枪指住佢哋噶嘛。但系你会见到啊，两条友都建制中人噶、哦，如果系查，你都应该查下嗰啲建制入边啦，你李慧琼子啊、啊民建联啊、邓家彪啊、工联会嗰啲，佢哋嗰啲最有嫌疑啊，佢最熟悉你哋嗰啲运作、哦，系咪？咁啊，与一般百姓何干呢？所以我成日觉得所谓嘅国安法啊，以及70万单嘅举报咧，有史嗰啲举报都系即系虚应故事咯。啊，为咗填数，一定要有翻咁上下，呢个第一点。第二点啦，当然就系想攞 bonus 啦。啊，因为好似话告得入嘅时候咧，佢哋有奖赏噶嘛，咁咪系唔系都报咯？同样999嘅时候嗰啲报案热线啊，如果唔捉嗰啲滥报嘅话咧，喂，其实系唔系都报噶、哦？原因何在啊？有啲整蛊啊，各样都会咁玩噶嘛，咁所以先有滥报机制嘅啫嘛。你而家仲要悬赏啊，仲要滥报系冇乜所谓噶。咁只讲到俾大家听一句说话啦，啊，就系呢个国安大法嚟讲咧，唔需要英国公布你都知流噶啦。流嘅意思唔系佢对大家冇影响、啊，流嘅意思系冇针对性、冇准确性、冇实用性。而呢几样嘢正正就系以前国民党大粒嗰啲咧，吓、啊，你要准确咁样老 K 到嗰个嫌疑人物，然之后真正帮到蒋介石咁样去做噶嘛。蒋介石当日先话啦，大粒如果冇使到，共产党获不得天下噶，就因为大粒嘅情报网够准确啦。而家嗰队唔系国安啊，好多人都取笑紧啦，国进安就话西瓜点样西瓜优质生产力啊，摆明拗捞噶喎嗰条友，就唯独啊，即系800里路不换肩先会俾个西瓜盅咁样去呃到嘅啫，因为大家都冇乜学识啊嘛，诶，小学鸡毕业呢度唔系取笑啲冇学识嘅人啊，唔好误会，因为小学毕业或者唔毕业唔代表你有冇学识。李嘉诚先生啊，独具慧眼，咁但系咧佢都唔系好高学历噶咋，人哋点解咁把炮洞悉万机啊？就因为睇得多书咯，又见识过你共产党各样嗰啲嘢，睇过历史啊，所以走夹唔透噶。哇，几快走之啊！成哥走得快，必定有古怪噶嘛。大家做乜唔2016年时候已经跟随呢个和王嘅步伐咧？嗰阵时码头工人嗰单嘢俾人搞咗一镬，然之后醒哥啊已经脚底抹油走佬啦，可能佢都 feel 到啊人走茶凉振英啲衰嘢啊。咁初头又冇走得咁快嘅，时至今日唔使我讲啦，明眼人都睇到系咪啊？啲公司都开晒外国噶啦，仲要揾埋佢嘅妻子周海旋话冇得搞噶啦吓，要有间官啊系咪？咁你又见到学识与否就唔在于你当日系咪小学毕业，在于你肯唔肯去吸收呢个资讯。好多人呢大学毕业完就唔记得晒大学学过嘅所有嘢噶啦嘛，即系跟住职场运用嘅时候都系靠张沙纸，我哋成日话系张沙纸。咁另外吓 Q 死你嘅就系咧，唔系90岁嗰、那个，90岁又算啦，即系可能人哋老 啊有经验啊你梁成运嗰啲啊可以好犀利噶嘛。个问题系乜嘢啊？你年龄系15岁，咁你即系点咧？人哋僆
輕輕嚟嘅啫，中三啊，十五歲即係中三，中三識啲乜嘢啊？係咪間諜國安？你唔係講 Q 笑啊嘛？你話文革嗰陣時啊，嗰班咁樣嘅紅衛兵啊，就真係好危險啊，破私舊立私生。咁但係你十五歲嗰啲僆輕，唉，即係關乜叉事咧？你擺到明老屈㗎啦，好明顯。我九啊歲我都唔話你嗰個老屈啦，十五歲嗰個明顯老屈啦。同我講，定係冇高呼小紅衛嚟萬歲啊？啊，所以就判佢犯咗呢個國安啊！咁搞法，你嗰200億你攞得安唔安心啊？我講嘅安唔安心啊？啊，在公在私你都係安唔安心啊？即係我當你真係啦，真心誠意啊，為國為港乜嘢都好啦，所以要國安嗰啲，我就當你真係啦。你揾個十五歲嘅嚟開齋，唔係傻嘅都知你求其濫竽充數，南國先生揾個沙包喺度打啦，在情在理皆不要得啊！嗱，不過唔代表咧。啊！我就会去呼吁佢，即系冇李少波嗰啲咁大胆噶嘛，叫人哋撤除国安公署，天灭中共全党史清光，咁 Q 狼屎，咁吸不值各样嗰啲嘢，诶、哎，我哋都唔会咁样去呼吁嘅，明知佢唔会做噶嘛。喂，但系你至少唔好屈个十五岁噶，系咪？因为冇说服力啊，人哋有咩人物啫，又有咩资金啫，又冇人物，又冇资金，间谍最需要嘅两样嘢，你抡本间谍史啊，先睇下点样可以锄得人入啦。啊，都唔系。乜都入噶，诶，我收翻，收翻70万单嘅举报，你呢个咁样嘅破案率，执咗佢啦，都系嗰句，就系咁样样。好，今日讲到呢度。